相隔四年，何韵诗在红馆一连三场何韵诗 Moment Live 演唱会201321日终于圆满结束。陈奕迅、卢凯彤、黄伟文等均有前来支持。绯闻女友邓九云毫不避嫌的专程由台湾来港支持，足足3万。看来阿诗是要开始人生的另一个篇章了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唱会帮我，确定了我很多想法，还有我觉得自己成熟了，就是舞台上面的表现啊，或是说整体做人处事的种种，就今年成长很多。那这个演唱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一章翻开了。何韵诗演唱会上，不少人深受感动，纷纷落泪。绯闻女友邓九云也在台下忍不住哭了。阿诗甜笑回应：“朋友也有哭啊，因为我可能我感染力太大吧，对，就让大家都哭了，没有就 OK 啦，耶、yeah。”对于师父梅艳芳遗物早前遭拍卖，引得不少人口诛笔伐。身为徒弟的何韵诗终于开枪回应：“我没有特别觉得很可惜，或是那种感觉，因为对我来说，那些其实真的都只是身外物了，那就是物质的东西，它也带不走。那我觉得它真正留下来重要的、值得我们去纪念的东西，其实都在我们的回忆里面，还有在我们的心中。”由于舞台设计机关复杂，何韵诗演唱《似是故人来》纪念梅姐逝世10周年时，穿上了施工刘培基所设计的衣服，加上8寸的高跟鞋，在台上多次失去平衡，险象环生，幸好没有发生意外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